关掉，其他的就比起来前两脚还行，然后所以想来花哦，我也给他欢欢甜甜充分的表演。感谢龙猴兄这么精彩的表演，就来龙猴兄刘伟雄先生拜年迎恩。大家的观众耐心用红熊的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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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您即摆所看的骹步定观拜殿，全部由36观众亲自下凡复身。在了境时，由天边天将拍头阵，捉鬼掠鬼，主要三条将士保佑台湾，保庇万民平安。啊，咱伫遮嘛感谢咱即次参与朝廷的人员，因奉献家己的时间甲力量，无畏私利，伫咱即个感谢会，实在真难得。继续保存一种咱的民俗的活动，需要咱大家继续来共同来打拼。前两天，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林顺兴，副主任委员刘千良，组主林文仪，接电主任杨朝顺，大总理李鸿秀，而且对玉树龙后乡表示120,000分的谢意，咱非常的辛苦，啊，非常的感谢。感谢咱玉树龙后乡来斗相亲、斗交陪，来做一回人生第二。Thank you.
即阵所有参与咱绕境的人员啊，大家拢靠着坚持的心，唔惊艰苦，相较一步一脚印，做伙参加咱陈永江三年一科的绕境活动，相对信用化作力量，一代一代传承落去。而且特别感谢咱林木正先生啊，逐摆呢拢来给阮斗小天。咱陈荣江管理委员会，咱陈荣江的主委林主委，咱的副主委，也阁有咱的谢殿主委，也阁有咱的罗主，以及有咱的大总理，而且第十二万分的谢意。财源广进，阖家平安。
家庭美满幸福，请咱的观众朋友再一度给他掌声鼓励。而且嘛，祝祝咱所有咱三十个观众，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、顺心。请大家再次做热情的掌声，代表咱的热情掌声鼓励。林文迪见证。